叶爆人气日剧《半泽直树》男主角芥雅人全新感人力作《第七日的奇迹》，十月十日感动你心。嗰啲送嚟嘅狗规定只可以将佢哋留喺度七日，所以喺七日入面，我哋会尽办法揾人收养佢哋。咁揾唔到又会点啊？我呢世人见过嘅狗都唔算少啦，未见过一只有咁强烈母性嘅狗。真的很舒服。现在个个都知道那只狗乸咁恶，是没人要那只恶狗生出来的狗仔的。不过他越关心啲狗，到人道毁灭嗰阵，他就越伤心。我真的越来越不舍得他了，我真的很想救翻他，但是可惜，我都系到今日才想到，话唔定佢以前的主人是非常之痛锡佢嘅。你知唔知道自己做紧咩噶？你咁做系反规噶！你睇佢咁尽力去保护自己啲仔女，你系咪应该俾佢哋睇埋一齐？你真系恶成咁，如果你唔肯改变嘅话，就会俾人人道毁灭噶啦！即刻人道毁灭！呢个系命令。唔该，等阵先啦。人类有爱，宠物有情，一个人与狗的动人故事，第七日的奇迹，令你感动万分。